舞蹈最难的是哪个？四个舞种其实不一样。没有舞，没有舞种，只有四种。没有舞种，只有四种。他说的舞种，跳舞的种类。我们这个舞蹈它属于就是简单，但是有点累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就要累。不累卡路里燃烧不了。适合我们。我也算第一次跳舞，我们俩有一个精神，就是做一件事儿，既然要做了，就不服输。管他呢，随便跳吧，跳开心的跳那个什么就好了。Yes。钱老师打开步，男生步，男生是画手，画手，但是这个膝盖一定要弯曲一点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叶倩老师一会儿要坐在你腿上。哦。叶倩老师是转身，对，直接转身要坐在这个腿上，真坐啊？对，真坐，还是靠着？真坐，可以斜前方一点。我可以斜前方，对，这样好。然后，大手也要扭，就轻轻的，就轻轻的，有一些身上的一些摇摆。我不需要动吗？不需要，你不需要。然后手就从这儿往上垒，对，它其实，这是我们俩人生当中的第一支舞蹈，做那个动作会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毕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然后平时我老公也不会这样，这样你往我这儿贴就是了。那没有吧？是应该有点距离的好看吧？没事，一摁定，噔。对。你也不用老看我。非常好，转圈圈。转圈。好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两圈。我赢了。非常好。我说我好想抠脚趾啊。我们学完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吗？我们当时学完了，学得比较快嘛，时间就是还有很多，然后我们就有点没按住自己的阶段性的成功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可以跟他们比一比。要敲门吗？直接进去吧。嗨。哎呦哎呦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啊，没事。你们有什么？我觉得放弃了，跳半天完全记不住，看着很简单。那你们练到哪里了？我们就是刚刚给从头到尾拉下来，练了后面前面就忘。那就行，我们继续练吧，我们要抓紧练。你们怎么还会有时间串门？你这，拜拜拜拜。哎，这是王大陆他们那个吧？我没有看，这肯定很甜。我别打扰人家，我们自己推进去啊，直接进吧，他们听不到。锁了。哎呀，你们还在热身啊？哦，没有。继续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好害羞了。你们练的怎么样？刚学一半吧，过一半。都顺下来了吗？还没。还没有顺。好，你们练。好嘞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你们，学完我们去看你们的。好。哎，我们是不是不能老？